自心是以传播起家，我们现在12000个学生，有6000个学生是传播人，另外6000人在学管理。我们科技要变成通才，知识要一个专才，理论跟实务并重之外，一定要跨领域学习。我不是那种所谓的含着金汤匙，然后念了书就可以当大学教授那种啊。对，我是真的是拍过片，做过节目，做台湾地下电台的研究，就跟着电信总局人了、去操台。请锁定台湾名人堂。